大家好，我是自美美，你写字路上的好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自美美训练营。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分享课呀，是运用连带技巧，轻松掌握行楷快写诀窍。我们呀，在前面的学习中呢，练习了四页字帖儿，第一章我们学了基本笔画，前两页字帖儿我们学习了永字八法，横竖撇捺。点、勾、折，那第二章的内容呢，是对笔法，我们学习了八种结构。第三页字帖呢，分别是上窄下宽型结构、上宽下窄型结构，还有上中下中间窄、上中下中间宽的结构。第四页字帖呢，分别是左小右大型的结构、左大右小型的结构、左中右中间低、左中右中间高的结构。那接下来第三章我们学习连带法，主要内容呀，有常见的偏旁部首，比如单人旁、双人旁、绞丝旁，还有一些包围结构。比如说这个凸宝盖这一系列哈，宝盖、学字头、挡字头，还有这个场字的这个半包围系列。那常见的字底字头，比如说这个派字底、土字底，还有这个草字头，横折、横折钩系列这几个字，书诗地长引，士字底。提楚巨抄，最后是走之见走之。那其实在前面内容的学习中呢，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连带的内容了。那到底什么是连带呢？简单的说呀，就是笔画之间的衔接啊。连带也分为实连和虚连。实连顾名思义啊，就是笔画与笔画之间呀，用线连着。我们比如说这个玉的牵丝就是实连，因为牵丝呀表现出来了。再比如说有左横与撇之间也是这个实连。那第二种呢，就是虚连，就是笔画与笔画之间不连，但是意相连，有顾盼之态，所以经常会讲笔断意连。比如说这个军人的军，那复勾数的最后的勾啊和最后一横其实可以连起来的，这里，但是它并没有连，这就是一种虚连。那再比如说这个心字底啊，大家感受一下，心字底两点儿可以实连，也可以虚连。那这里呢就是断了，没有连上，但是明显这里是要连的，明显是笔断意连。那课堂上我们提连带呀，经常会说牵丝连带，就是因为笔画与笔画之间呀，是通过牵丝实现连带的。我们会要求大家在连带法的练习中呢，牵丝会要求大家用笔要轻，行笔要快，表现出来的牵丝要细。在第三章的这个训练中啊，我们会逐个的给大家讲解啊，逐个击破。那接下来呢，分享课嘛，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字帖本第七页的偏旁部首啊，常见的偏旁部首。那带着大家做一个总括性的了解。连带学的第一个偏旁呢，就是单人旁啊，我们从单人旁开始。这个给大家举的呢，还是这个代表的代哈。单人啊，连上去啊，斜勾啊，代表的代。然后的话，双人旁给大家举了一个网字，绞丝旁，绞丝旁是一个纵字啊。这个右边可以提上一点，这个印刷的时候有些字排版的不太好哈。鱼竖心旁。两点儿，一竖啊，撇捺，横连竖，鱼
这个两点水啊，两点水，点提上去。将，撇，横，撇，点，寸，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将，千万不要写成什么样了。有些小伙伴写着话，这个寸好短，显得这个将军比较矮，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它的结构。两点水、三点水、四点底，三点水的话也不陌生了，我们上课呢也学过，四点底、四点底呢，仍然是课上学过的内容。然字，工字偏旁，横竖提，然后力量的力啊。这个土字偏旁啊，弹，可以横过来，也可以这样点下来啊。再给大家说一下，然后的话是这个道理的理，王字偏旁，理。下来，大家能想起那个"至"字吗？就是田里边的半行半竖啊。我们这样取了半行半竖下来，直接连土字底了啊。这是理。说啊，言字旁是课堂上我们也学过。折提手旁，柳树的柳，木字偏旁，我们课堂上学的是杨啊，杨柳，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种，我们课堂上学的是秋天的秋，这里的话左小右大，大家看我是直接连过来，口的竖，口的横折横，写多了的话就可以越连越顺了，大家感受一下。牡丹的牡，牛。土，然后我们再来看是车字偏旁啊，车，足字偏旁啊，我们把它和这个个放到一起就是路了，书。这个外字是不是很像啊？列，我们课堂上这个部件都有学过了。读，反犬旁，反犬旁，再包括这个小狗的狗啊等等，是吧？都是这个偏旁。抱，大家看啊，撇，点点撇，胡钩，撇撇。啊，这是抱，叶子的叶，口直接上来连横竖啊，矿石头的石，然后广可以直接连下来啊。这里咱们已经学过很多了，我就可以连得更多一些给大家。田，半，时间的时啊，日字偏旁直接拉过来，时间的时啊，木这个。给大家举的是这个判啊，这个分，重心啊，重心要把握好，胜利的胜，感受一下啊，我是一笔写成的，右边这个生，班，这部分我们课堂上给大家讲的是段，对不对啊？这里再复习一下。讲的是段，然后身躯的躯，这个躯这部分横连框框，大家想起我们课堂上哪个字了？距离的距，对不对？横竖，然后三横，那这里曲撇牵丝连点儿拉下来，连最后一横啊。这里的话，大家可以强化练习一下啊，因为后面有好几遍呢。引，课堂上学了。这个驾驶的驶，就可以牵丝啊，点下去啊，现在点下去，聪明的聪，聪明的聪。接下来啊，这边山峰的峰。
山字做偏旁，山字做偏旁，山字做字底，山字做字头，我们都学了，对不对？又啊，又做的偏旁很多，我们在学难的时候也学了。这弧钩，如果我想带个钩啊，大家观察一下，我想带个钩的话，我就可以稍微有点弧度。我要是不想这样带弧度的话呢，我还可以就是写的稍微直一点啊，这样写也无妨的啊，都没关系的，看你喜欢哪一种啊。然后灯。灯，火字偏旁，火字偏旁，沿着这个横的延长线方向写着一长横，然后稍偏右写竖钩。子啊，子孙，来感受一下，直接连过来了啊。这里再开一点啊，再开一点，好。先上来直接连子啊，就是好方啊，旌旗的这个旌声啊，还是可以一笔的。红虫字偏旁了，工人的工啊，虫字偏旁，工人的工，站，大家感受一下，点儿，然后横，左点儿，右点儿，提上去。啊，这是这个偏旁，然后右边的话，竖要长，横，口，对吧？啊，这是这个站，然后粮食的粮，粮食的粮，金钱的钱，撇，金字旁啊，金字旁。大家感受一下，对不对？然后再连一点儿的话，就都连上，是金字旁，两横，比左边稍宽一点，比金字旁两横稍宽。接下来斜勾撇点啊，这是这个钱，这撇不要太长啊。稍等，再给大家写一个，不要太长，饭店的饭。我们有教过反字，对吧？矢啊，矢量的矢。举啊，刚才我也有提到这部分。金，帆船的帆。帆船的帆，这个耕耘的耕。品牌的牌，片啊，片左偏旁，墨黑黑左偏旁，然后四点对吧？这样稍稍往上斜一下，提上去。第二页。衣补和饰补，我们通通只用这一种写法，对不对？撇提啊，在中间位置撇提，然后的话，耳刀，太阳的阳，还有右耳刀啊，这个兜。当时还有给大家讲了一个那么的那，大家还记得吗？一起再拿出来说一说啊。这个然后是右边的了啊，右边大家看看都有哪些呢？这个右耳刀啊，反文改正的改，反文，然后立刀到达的到，这个鸡。翔，飞翔的翔，这个羽毛的羽，大家感受一下，做了一些省略，对不对？这部分我们课堂上也有练习，双吐连带是吗？然后三撇，对的，右边的话我们还有这个
三撇儿，还有电影的影，对吗？还有很多。然后这里还给大家举了一个不太常见的滑。这其实也是一个托宝盖的练习了。滑。然后说托宝盖就来了。大家看托宝盖系列的话有多少字啊？托宝盖系列的话还是蛮多的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六种跟它有关的。首先呢是这个军人的军。这是我们学的托宝盖的第一个字，对吗？安宁的宁，宝字盖儿。天空的空。学习的学。经常的常。这里的话我再给大家一种写法，横折横折钩。雪，这个雨字头。雪。然后这边草字头，这边都是字头和字底等等包围。我们来看草字头的话，落，举了这个落字，我们还是复习一下个撇横撇儿捺变横口的竖口的横折，对不对啊？这是这个落，这一撇儿可以撇的再长一点啊。然后竹字头，竹字头的话我们又给大家举了一个笔字，大家感受一下笔。然后大字头这个的话课堂上倒是没遇到，但是的话它是撇捺伸展的，所以的话给大家放到这里了。感恩的恩，感恩的恩里边这个人用了一个小小的人字符号这样的连带，主要的话是心字底这两点可以连一起啊。然后意是敏字底，敏字底的话我们学了一个字在课堂上，对不对？我们学了这个言字。好的，往下接下来的字底有哪些呢？接下来字底背，我们在课堂上其实学了贫穷的贫，然后杂这个杂的话我又想到了一个字，朵，云朵的朵，我们先写这个杂。牵丝过来连长横竖点儿大家想一下云朵的朵，感受一下。然后是坐下的坐，是我们土字底的写法，对吗？土字底。接下来楚的楚是什么？士字底，士字底。农是一字底，一字底。接下来的话是这个左上包围的结构，大家看左上包围是长广狮虎并，又给大家加了一个老虎的虎，又是六个，就像刚刚这边的这个托宝盖系列有六个，这边的半包围也有六个复习起来的话大家有没有感觉知识点已经被串起来了呢？横撇土席这个习写到这里的话我再给大家写一个字度过的度全是这种类型的。这个户屌善房子的房等等都是这个部分的然后病痛受疼等等是不是全是这个病系列的。老虎的虎，老虎的虎的话这个字头下来这个七先写撇然后竖弯钩，弯过来之后直接连几大家看一下竖横这个撇下来这部分就是这个包围了，对吗？然后接下来七虎撇竖弯过来直接连几横折钩
嗯，大家感受一下，就是老虎的虎字。最后，嗯，是左线啊包围了，嗯，看左下包围走之箭走之走势啊，这部分的话都是这个左下半包围，对不对？那我们来看课堂上我们学的就是这个送别的送，走之，嗯，走之，然后的话，啊，这个因为印刷排版的时候，它把坐标可能稍稍往下了一点啊，大家可以整体上往上移，这样的话这点儿也上了一点啊，这种，然后沿。嗯，沿超越的超，嗯，超越的超，题目的题，啊，士字偏旁，士字偏旁。接下来大家看剩下的这几个是什么感觉的？三面包围，还有一个全包围啊，这是全包围。其他这几个三面包围，那首先是这个风，风的话先写小弧，然后留透气口，写大弧，接下来，哎，写它就好了。啊，这里有点写歪掉了。嗯，撇儿，先向上，然后画大弧，里边倒三角。啊，这是这个风。区，区的话刚刚有写一个字儿，对不对？啊，这里再单独拿出来说，门字框啊，门字框字儿很多呀，对不对？问，叶问，嗯，同同学的同，同字框，这框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大气，也就是说不能写出来小里小气的啊，这也是同，和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国家的国。嗯，封口，嗯，最后这个半包围是什么？句子的句，口，好的。